本想建一个闲鱼卖空调小众项目，轻松月入过万，真正的无需电资金的一个项目。这个项目的话是闲鱼啊，这是阿里巴巴旗下的。为什么选择闲鱼呢？因为它门槛低，一个手机就可以操作，不需要复杂的技术，只要有耐心就可以赚钱，时间自由，全职兼职都可以操作啊，灵活安排，宝妈也可以边带孩子边赚钱，资金没有风险，采用的是无货源赚差价的模式。闲鱼卖出去产品之后再找上家代发，无需退货，稳赚不赔，收入可观，每出一单都是纯利润。兼职操作的话月入几百到几千，几千都不等，全职的话月入两三万也没有任何问题。为什么选择卖空调？非常简单啊，因为现在市面上卖手机、平板等数码产品像家电的人是非常多的，非常多，做空调的话是比较少，而且比较专业。我们可以从接待到下单到上门安装啊，到时候全方位的入手啊。像我们自己有专门合作的空调厂家，部分城市可以线上下单啊，线上直接安装，每单都是纯利润。这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和赚钱原理、项目实操、注意事项，以及闲鱼卖空调的内部软件啊，全部都有提供。如果想要百条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闲鱼卖空调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